计讲的是武汉保卫战呢，就讲到保卫战了，那武汉赢了才能湖北赢，才能全国。我们这里为什么这个重症这么难，就是收治的早，一定要把居家的重症先收，应收尽收。我们就觉得这个收治工作不能松劲，千方百计收。这能收多少啊？800张吗？300张、啊、太好了。医护力量没到80%，医护力量就是就在卫生室现在掉了，稍微他们紧张一点，快结束他们，这样我们每个人非常了解，我们还是要保证安全，所以这个防护服啊，尽快的定下来。一个治疗方案，我们要抓紧完成。今天你就连夜把方案做出来，明天就用。所有的这些举措都是为了人民的健康，还有医康。你这个事情不是重要的吗？